对，这球鸡啊啦，球鸡啊，圆形啊，方形啊，这个是长方长形的，狭长的，尾尖长条尾状，长形尾尖的，便是那个植物红叶子了，叶子看看是方形还是圆形，还是长条形，这是长片形，这。灰鸡啊，灰鸡啊！哦，你看上面还有那个植物，爬上去。那个灰鸡啊，红红的果实，蛮好吃，甜甜的。还有看到松鼠在吃呢，松鼠哦会吃这个果汁哦。